全国投资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飆股偷開車》，我是王民松，带你轻松赚大钱。今天啊，收盘大涨九十几点，盘中啊一度大涨121点啊。在过去这一个礼拜，你有没有跟着我买啊？戆戆啊买，戆戆啊赚啊！其实啊，不要说傻了啊、哦，这才是真正最聪明的人啊。来，今天涨92点。虽然量有一点点不够啦、哦、但是你也不用紧张啦，因为大家准备要放假了，所以说呢，量会少一点点，那是很正常的哦。那该涨停板的，通通给它涨停板啊！就算没有涨停，它也是狂飙，而且创新高啊，有没有？我什么时候叫你买？我什么时候叫你买？我们是这里叫你卖、欸。每天都叫你卖，拜托你卖一下，暴跌一下，我叫你买买买买买，连续一礼拜，我没有改变我看法，我不是每天都在呼多呼空哈、哦，啊，你听有无？啊，你讲爱买啥？买未来的主流啦哈、哦，所以说你若搁阿未谈的，无要紧哦，下礼拜你一定要跟上哦，五颗星的大标股哦，我们把它放大，一样哦，这是你现在，你下礼拜未来。最有机会大赚的股票哈，大翻身之最新最火红的超级标股，这支啦哈，正是谷底翻扬的股票，将有机会成为下一波翻倍的超级主流股，请你全力锁定，下周全面启动，请你马上跟上最新最火红，安尼无，来。我先讲，我们昨天跟你讲什么了啊？这等会跟你讲的哦。台股再度来测试9500点，不论它会不会跌破，跌破与否都不重要，通通都是买点。我把酒客叫你去买股票啊，有啦哈、哦，涨啊跌78点，你会害怕吗？啊，老师不会，股票又涨停盘了。清洗没有信心的复合，杀得越干净，未来啊行情越大。免烦恼，要买就买新题材未来的主流。那到底什么是未来的主流？26号，请你分批大减；27号，请你继续买进下一波最标的股票。哎、欸，这涨啊、哦！哎、欸，这上礼拜五哦，上礼拜五哦，台股暴跌115点的时候，它还没涨哦，我请你继续加码哦。那为什么要买？很简单啊，因为油田啊，当天已经涨停板了，你买，你想买都买不到哈。我们的油田到今天继续涨停板，创波段新高，赚到快翻掉啊！那怎么办呢？我只好请你买这一档股票啊，你不要小看它哈，美输油田呐、啊。3月30号，你可以继续买，随便你买，你爱怎么买就怎么买。礼拜二差一点点涨停板，礼拜三。台股昨天大跌78点，再狂飙，今天台股大涨，差一档涨停板，谁的股票最标？很清楚哦，很清楚哦，我再强调一遍哈、哦，我过来讲哈、哦，我不会跟你讲过去的东西哈、哦，输家才会去强调过去的丰功伟业，只有赢家他会告诉你现在又赚了多少钱呢、啊？有没有道理？有没有道理？我怎么做的？我都是领先市场，告诉你任何股票它飙涨的原因，而且领先市场让你先知道，让你买在起飙点，你会很安心，抱得很开心啊，有没有？所以你不要走，被对象走，很清楚哈、哦，进来哈、哦，赶快来哈、哦，因为我讲过啊、哦，几乎涨停板哦，今天差一点点啊，差一档而已哦，有没有？买。买买，统统买在起标点，并变叫。那老师上面股票天机不可泄露，还是要强调一遍呢、啊？你要大赚的哦，我再强调一遍哦，五颗星哦，绝对绝对是五颗星哦，这是你最好最好的机会哦，赶快跟上哦，最新最火红，这样好不好？可不可以？卖个信啊、哦！再强调一遍哦。我不会每天跟你玩游戏哈，这是很无聊的事情哦。
每天都跟你玩文字游戏，有一个人买了几百张，买了200万，赚了多少钱？每一个人的资金都不一样啊。你从以前看我节目到现在，你有哪一天看到我每天在跟你数这样子做啊，赚了多少钱？就算我股票飙了10根涨停板，我也不会这样告诉你啊。我去年一档股票赚5倍啊，那我有跟你算绩效吗？没有呢。精选标股真的让你看到、买到、赚到，所以说一定是事先预告，有买有卖啊，对不对？而且还短线波段快速大赚，所以说再强调一遍哈，给你三大保证：保证带进带出，买得到卖得掉，保证绝不凹单，所有的操作一定有凭有据，就是你收到跟我收到的一定一模一样，保证一模一样。也就是说啊，我们所有的操作都有依据，所有的进跟出的动作，买进跟卖出，所有的动作一定有证据，你会买得很安心，抱得很开心，这才是获利最大的保障。所以说你还不会做的咧，没有关系，请你跟上脚步，这样好不好？要动作快哦，要动作快哦。5颗星大标股哦，最新最火红哦，全力锁定，全力锁定，下周全面启动，这样好不好？可不可以？还没赚的赶紧跟上哦。那你也很清楚为什么指数会这样子来来回回哦，从这里涨上去，打下来，跌了2个礼拜，飙上去创波段线又打下来。其实啊，行情你都知道了，就很无聊啊。因为你知道未来会怎么走啊，你知道它未来会大涨啊，所以说你这边等它，然后呢买了之后在高档等它掉下来卖掉，掉下来之后呢还没涨的时候，你知道它未来会大涨，所以你一点都不担心啊，我买，我再买，我继续买，躺着也买，坐着也买，躺站着也买，一直买飙上来，很清楚哦。那如果你知道震荡，可不可以做价差啊？拿闲钱，拿多余的钱啊，来做几趟价差，那也 OK 的。每周只要赚一成，2个月就会赚超过1倍。你自己去算哦。很多人说哈、哦，老师，我朋友投资我要赚几倍？请问难度比较高啊，而且现在指数不是每天涨哦，大涨大跌哦，所以说我怎么做？我们利用价差操作嘛。1个礼拜你只要赚到一成，2个月后你的资产可能超过1倍哦。100万变200万哦，1个礼拜只要赚一成就好。那这个是可不可行？当然可行啊！3月20号，宏威大利空，你听我老师啊，这挂掉了嘛？你们老师说宏威挂了，我怎么告诉你的？3月25号宏威大利空，3月26号331宏威整理完毕，买进多单啊，有没有？台股大跌哦，买完大赚哦。3月27号礼拜五台股暴跌哦，你连股票都不敢买哦，我们的股票继续飙哦。3月30号礼拜一宏威休息，不用紧张。3月31号礼拜二宏威开始涨。4月1号礼拜三，昨天台股大跌78点，宏威涨停板，小菜一碟啊，卖。今天改写波段新高卖，来宏威今天再次改写波段新高，指数全数获利落袋，全数获利落袋，五行证哈，所有的操作一定有依据。进跟出一定有证据，才是获利最大保证。我刚才被猛力姐问跌掉了，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哈，你们老师每天在跟你讲的股票，在跟你表演的涨停板，他真的有买吗？他真的有买吗？你真的有赚到吗？你真的有那一档股票吗？你想清楚哦，你想看买来哦，不是每天都一个人哦。我们是会员，买多少，买在哪里，吸纳多少筹码，股价要狂飙，不是每天都一个人啊，是不是又大赚？是不是又大赚啊？前一波咧，所以说我这里为什么叫你先卖一趟？宏威第一次跟你讲没人要的时候，我带你买，飙，涨停，再涨停，我先你把它卖掉。宏威再度狂飙，装波浪要获利落袋。3月9号礼拜一，宏威涨停板卖掉。宏威拉涨停卖掉，3月9号当天台股暴跌。好，来，3月9号卖宏威买利端，当天台股暴跌，我请你买利端。嘎奇怪，台股大跌82点，宏威涨停板早盘涨停板卖掉，买进利端，尾盘红利端飙上来，一天赚2倍，隔天再飙，
再隔天台股大跌，继续狂飙，再隔天利端创波段新高，卖，赚够就好，获利落袋。请问有没有超过一成？也超过一成了。那两个礼拜后，鸿辉发利空，几加倍？昨天涨停，今天创新高，卖。请问你有没有大赚？哦，不是我要这样做了哦，是行情就是交就这么震荡而已了哈。啊，这给他呢，这叫小菜。来，今天大涨120点，满贯全垒打。我相信你都很清楚台股为什么会整理哈，这个我都讲过了哦。两个月前我每天告诉你，每天跟你讲，每天跟你分析，整个半年行情我们全部都规划好了。台股美股升息的疑虑，第一季会备受压抑，第二季慢慢淡忘，股市才会大涨哈。欧盟印钞票要等到第二季才会发酵，现在是欧盟在发酵，美欧洲在哦，德国股市在发酵，台湾呢等到第二季呀、啊。所以说未来行情我都规划好了。所以请问你告诉我，当所有人都告诉你万年的时候，你会怎么做？你看我节目，你就不会觉得它会马上上万点。当指数来到9800左右的时候，我跟你讲，你看到报章媒体跟你共享资金狂潮派对狂欢，哇，外资净汇入快要2000亿了，哇，热乎乎。3月13号，我请你卖股票，我告诉你台股要休息了，准备大跌，很清楚哦。跌下来，没有人敢买股票。我叫你买买买买买。昨天我还是告诉你，请你站在买方哈，有多少我就买多少。到底谁比较准？你想我买啊呢？结果你看，过去这一个礼拜，你看到都是利空，金羊年遇熊节，外资大逃杀，狂卖196亿，最高点外资买，我告诉你，外资买2000亿，最低点他跟你讲外资大逃杀。结果咧，看报纸敢会赚钱？看报纸是袂赚钱的哦。3月17号礼拜五台股大跌，我先大便便宜，傻傻的买。这是我最高兴的一天，高兴到流口水啊！拍谁哦？涨了2天，结果昨天又打下来。他敢大跌，我就敢买。这样够不够清楚？我没有每天改变我的看法，每天变来变去，没有啦哈、哦。我相信很清楚哦。所以强调一遍哈、哦，如果你每天都在赌行情，一定是十赌九输。可是如果你可以掌握行情，涨就可以掌握未来，你会赚到手抽筋、啊、你每天都在面对输赢，请问你告诉我，可不可以用赌的？不能哈，大家都在输赢哦。所以要强调一遍哦，真正不要走，不要再省了，跟我做就对了。这样好不好？够不够清楚？好，来讲重点哦。这一波带你卖掉的，前一波带你卖掉的连斩、哦，一定有扣讯的哈，买进狂飙。大涨再创新高，把它卖掉，卖掉我请你买去买油田。为什么要买油田？很清楚哈，你老师每天攻击啦，你老师每天都跟你讲一个人，这个人在哪里买了几百张，他都没有买，他拿不出证据出来。我告诉你，他为什么会飙，任何股票都一样，他要飙之前一定有原因，而且你要领先全市场知道他为什么飙，所以你会发现最后全市场都会来帮你抬轿。当你知道它为什么会飙，当你知道它为它是最新的触控技术、瞳孔追踪技术，你会买在起标点，2年大底，利用拉回买进。3月17号杀到28.5块，没人要，我带你买，保证没人要。28.5块大跌，没有人要，我买，我再加码，我继续买，连涨大赚出场，继续加码油田，买了一大堆。到底会不会飙？3月23号礼拜一开始动了，开始狂飙了。台股大跌一个礼拜，它飙了一个礼拜，再狂飙，平新高休息，再飙。3月20号礼拜五，台股大跌115点，亮灯跳空直接涨停板，开盘直接涨停，直接放假，刚好周末，直接坐飞机啊，一大早哦，去再坐回程机哦，登出去铁佗，到这个礼拜不用回来了，到今天都不用回来哦，你放了2个礼拜喽。开盘收工放假，从上礼拜一路飙到今天哦，3月30号礼拜一，2分钟涨停板，2分钟涨停板哦，继续爆了，再狂飙，3月30号礼拜二再狂飙创新高，有没有？啊，昨天我怎么告诉你？你 是买在哪里，通通都赚，你拢买在家啦，通买买家拢通大赚啦，一样哦。我再强调一遍哦，有任何一个字我讲过了，虚伪造假2000万新台币哦，有买有卖。所有的操作一定有证据，才是获利最大的保障。安利有情色哈。
买在哪里，通通赚。昨天我怎么告诉你的？关键你该怎么做？这很重要关键哦。昨天震荡哦，哦，没有啦，无来我无法度哦。这里我还要买。那老师，你买一大堆，搁要买？我无跟你讲吗？为什么他会飙？我都讲得很清楚呢。那、啊、为什么还要买？但是我要强调一遍哦，我真的没有买到哦，我保证我没有买到哦。涨啊，我想要搁买。我本来讲，我本来认为今天有机会让我买到哦，可是还是没有买到，就拍谁哦。前天4月2号礼拜四涨停板，谁的股票最标？起标点买了一大堆啊，一路狂飙啊，赚到快翻掉啊！那你会问啊，为什么它会飙？我没讲，去年的单井没赔钱，赚钱变大赚，所以说股价突破3年大底，狂飙3倍。今年的油田突破3年大底，一样。赔钱赚钱变大赚，你觉得他有没有机会？为什么他会这样子飙？为什么他会这样飙？那你还没赚了没有关系哦，请你跟上脚步哦。这支五星级超级飙股最新最红，准备要狂飙了，下礼拜正式引爆，给你最大的帮助，带你买全市场最飙的股票，请你跟上进广告。让你一路发发发，超级大优惠，只要888，让你轻松的买，开心的赚，超级优惠只要888，速播02-8101-0600，02-8101-0600。精准提供第一手的讯息，掌握最完整的研究报告，锁定市场最强的主流股，让您买的安心，报的放心，赚的更开心。特快车热线02-8101-0600，02-8101-0600。您准备好了吗？为了您的荷包，为了您心复杂难懂的趋势，心态一定要改变，改变才有机会。改变操作迷思，投资才会赚钱，让您稳健获利，这是我们的承诺，让您安心操作，这是我们的保证。马上接通电话，改变你投资的命运，02-8101-0600。精准提供第一手的讯息，掌握最完整的研究报告，锁定市场最强的主流股，让您买的安心，报的放心，赚的更开心。特快车热线02-8101-0600，02-8101-0600。碧潭山水在门外天天上映，新店捷运在身边来回穿梭，澳洲 PTW 国际团队将游艇变建筑，碧潭水岸。捷运景观宅，双水湾，02-1313-1333。欢迎到我家现场哦！想清楚，只有谁可以帮你赚大钱呢、啊？一样啊、哦！再讲一摆哈、哦，不要再玩游戏了，每天在你追我跑。精选标股真的让你看到买到赚到，事前预告有买有卖，短线波段让你快速大赚，给你三大保证，你拢也要背啊，连恁好戏拢也要背啊，对不对？所有的操作一定有依据，买的非常安心，赚的非常开心，因为会买会卖，所有的操作有证据，而且你们老师绝对拿不出来，永远都只告诉你有一个人。永远都只告诉你什么买了几百张，
可是他永远都没有买，他的涨停板都是假的。你相不相信？赶快来哦，这是真的哦。来，任何股票都一样啦哈。请问你知道凯威为什么会飙吗？买在起标点，涨停，涨停，再涨停，连续三根涨停板，第四根，连续四根涨停板，第五根涨停板卖。我买，我告诉你为什么会飙；我卖，我会叫你卖，我会告诉你为什么我要卖。我不是卖最高了、哦、不好意思了哈、哦，卖了还在飙呢、哦、可是我买另外一档股更飙了啊、哦，拍谁了啊、哦？我去探一下这啦，啊，没多少钱呢、啊，就五根涨停板，一下子就狂飙了嘛，买完就马上大赚了。很简单的哈，我不介意你赚比我还多哦。哎、欸，叫你卖，过了两个礼拜之后，你跟我讲老师跌停板怎么办？你问我，我拔杯哦，拜托的，我都卖了，一样哈、哦。为什么要卖？很简单，赚钱才是王道。三帮也一样，七天时间让你赚五根涨停板，是不是七天？加倍加倍加个倍加个倍。我、哦、老师利用杠哎，那我可怜呐、啊。我告诉你为什么它会飙，所以说我带你买在起标点。当我买在起标点，股价连续狂飙了好几天之后，我在这一天叫你卖掉，因为它四天飙了三根涨停板嘛，卖掉嘛，这里嘛，卖掉嘛。我再强调一遍哦，所有操作都一样哦，所有的进跟出你都看得到，摊在阳光底下让你慢慢检视，不是每天都用嘴巴讲的，空嘴波机不好啦哈、哦，卖，然后呢，准备要发飙了，我预告再买进，再狂飙，再狂飙。再狂飙卖掉，哎、欸，五根涨停板，七天刚好五只涨停板，有哈，有啦哈，重调一下，前面跟你分享，啊、后面怎么办？我不是乱话啦，你自己看呐。我说你看了三个礼拜，请问你看出所以然来吗？我不是随便乱话的哦。今天第六根涨停板，跟我做就对了，这样够不够清楚？一样哈、哦，赶快哈、哦！立功老师接下来要买什么股票？我都有跟你讲哈、哦，我都跟你讲哈、哦，我都有跟你讲哈、哦。台股大跌，我请你买这一档股票哈、哦，请你随便买哈、哦。礼拜二狂飙，差一点涨停板；礼拜三继续飙，台股暴跌，继续狂飙。昨天台股暴跌哦，继续狂飙，保证它有飙。今天差一档涨停板，你说你有没有大赚？那老师为什么买这两个？不好意思，油田你买不到，狂飙，没输油田啊、哦！你说老师我没有买油田的怎么办？我新加入的，你别接，赶快飙，很清楚哦，很清楚哦。那油田呢也一样哈、哦，为什么他会飙？我都讲了一清二楚哈、哦。有哈、哦，有买哦，大买特买哦，继续加嘛哈、哦。然后呢，卖连涨再加嘛哈，哇，买到吼，规支手拢中连涨，哇，不讲唔对，拢中油田啊，左手油田，右手油田，一百张、两百张、三百张、五百张，摊个起笑，真正摊个起笑哦，就拍谁吼，不好意思，全市场最标，全市场最标，涨啊想要买，买袂到，本来以为今天有机会，还是没有来，拍谁，不好意思，跟你道歉一下，跟你道歉，今天涨停板，好不好？狂飙哦，飙翻天哦，赚到快翻掉哦，喷翻天哦，还没赚的，请你跟上脚步。五星级超级大标股最新最火红，下周全面引爆，给你最大的帮助，带你买最会飙的股票，热量大赚，拿起来跟着明松老师上列，让明松 money 赚了钱，祝上胜利，明天见。本公司以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，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，审慎评估，并自负投资风险。位机上盒让电视有无限可能，现在申请还有数位机上盒免费优惠哦，数位超 easy， 生活更 happy。 发发发专案让你一路发发发，超级大优惠，只要888，让你轻松的买，开心的大赚，超级大优惠，只要888，速拨02-8101-0600，02-8101-0600。
着你提供第一手的讯息，掌握最完整的研究报告，锁定市场最强的主流股，让您买得安心，抱得放心，赚得更开心。特快车热线02-8101-0600 02-8101-0600。您准备好了吗？为了您的荷包，为了您心复杂难懂的趋势，心态一定要改变，改变才有机会，改变操作迷思，投资才会赚钱，让您稳健获利，这是我们的承诺，让您安心操作，这是我们的保证。马上接通电话，改变你投资的命运，02-8101-0600。精准提供第一手的讯息，掌握最完整的研究报告，锁定市场最强的主流股，让您买得安心，抱得放心，赚得更开心。特快车热线02-8101-0600 02-8101-0600。黄金双节运，五站到大安，精品饭店宅，PGW 国际建筑团队，台北时尚一至三房，02-9486-777。说清楚，唔能用最源头直接抢，安尼做拖节。港铁人员宽田十番，磨碎安样的港中啊！使用节水包装的产品，就可以轻松省水，帮小企业一起节水。用行动来争取水资源，节约用水，在生活的每一天。这是我们的台湾，我们唯一的家。让我们停止环境的破坏与资源的浩劫，重建并恢复我们的土地。老公，洗完凉泡茶哦。也好，越洗头越晕，喝茶提神一下。老公，你声音怪怪的哦。开热水洗澡，四肢无力，有点小吐，好像感冒了耶。啊，老公，我也觉得头昏想吐，我们好像一氧化碳中毒了，赶快离开，到室外。啊！救命啊！网站还有更多知识。